不管到哪里，他只要在哪边设摊，哪边就排队。真的，不会，大家都是为他来，每一个看起来都很好吃。Introduce myself. Yes. My name is Brad Pitt. Brad Pitt. Everybody say my look like Tom Cruise. Yes. Yeah. Yes. I agree. Are you great? But much better Bruce Lee. I think you look more Bruce Lee. Yeah. 你花了多少钱？有这个零件 ？Very famous in Taiwan. Huh? Huh? What?You look like, you look like an action actress. That's what it is, right? Yeah. Oh, yeah. Maybe like Angelina Jolie. Yeah, you know the movie? That's what I'm saying. Angelina Jolie is in the movie. Yeah, this one is down. Oh, very, very beautiful for them. Thank you. 太糟了吧。你想玩可以啦，我们先不要。对啊，我们去高啊，还是我们看哪里的有排队，我们去帮你们排吧。对对对，听说这边有个很好吃的烤肉啦。那我们两个去玩，他们两个排队。我们去排烤肉，从头进行。靠，各位，看，哎，这人真的有点太夸张了。现在几点了？现在才刚开始没多久。我跟你讲，我们不是四点多到的吗？对，那时候就已经在排了。天哪，现在是人更多。这个很过分哎。对啊，你有想过其他店家怎么想吗？烤物吗？啊，有点像我们那个啦，我们夜市那种烤，西人炭烤，炭烤啦，对对对，然后夹一串夹一串，然后烤好的摆在盘子上面自己夹，啊，这个一定要吃吧？对啊，来来来，排着夹，直接排着夹，然后再等着出来可以看，可以看他们在烤。对，最难抓的。去了耶！哎呀，不行，那不行，那我要不要去跟他接棒啊？怎么会？那个把手都是往下，对，往下的，然后要手没办法抓，用手很大力，根本抓不起，会流手汗，看，超滑。我们只能看我们的猫。男神可以吗？我冒着习惯性的脱臼，想说来试试看有没有办法登顶。这样一排队其实蛮无聊的。哇，感觉好像不太容易耶。一定要大点特点，哎，它有那个鸡腿，烤肉串，所以这边其实是他们那边的，对不对？对，哇，那它真的供给量很大，你看那个天空好扯哦，整个全部都烟。很妙的是，我不知道关岛为什么到处都是这种果汁，他们很喜欢热带果汁，而且真的看起来大家都在卖烧烤，哇，好 chill 哦，真的，每个人都是买了然后在这边吃，这里真的好多人哦。你平常有看过这样的关岛吗？对，这里我也才关岛第一次，在这边跟我们好接地气，哇，这里要排队，这个夜市真的超级热闹的哎，冰淇淋，冰淇淋。巧克力的，全家人就可以这样，小朋友吃小只的，然后爸爸妈妈是大只的。